我没时间去，你坐别人车去吧。哎呀，我给你钱，你快点。给钱？给多少？给你10块行不？10块？不行不行，太少了。那你想要多少嘛？50块。行行行，50就50，你快点。你先给钱。你还怕我少你钱啊？不是怕你不给，我就是怕你没钱。你先给了，给了我就带你走。给你。你去镇上干嘛呀？我买东西的时候，人家少找了我10块钱，我得去要回来。10块钱啊？要不我给你10块钱吧，你别去了。你给我呀，也行，拿过来吧。等一下，给你10块，你回去吧。谢谢表叔。我也开心。不错，既然你没带我去镇上，那就把那50块钱还给我吧。啊！你别笑。谢谢表叔。